关怀，除了追踪目标是能够达到，同学们能够投入各种不同的项目。我希望有更多的学员对我们国际关怀处有更多的认识。整个演出呢，我们都觉得好舒适，很开心。那么一大组人，好像一个大家庭一样。四个星期的时间，到底来得及吗？辛苦都值得了，因为是活菩萨的事业。更多的朋友来参加。